那这个为期三天两夜，南苗疆妈祖前往本港进行新港回乡的活动。妈祖銮桥九号下晡回銮，按这个彰化市的大步路开始进入市区了境，迎接銮桥的顶头炮啊是放假闹得滚滚。南瑶江畔去新村，赤得天辉降诞神。夕阳落烟三里雾，不敌多少进乡人。中华诗人林雕雄一首诗，说明中华南瑶江香火鼎盛。只要是妈祖生进乡绕境时间，落烟绵延，已经看不清楚有偌侪信众。南苗疆本港进乡回銮，登来到彰化市。彰化南苗疆国会马甲彰化市区庙祠神明纷纷坐顶头前往大步路接驾，一路锣鼓喧天，沿途的祝贺信众拢会准备香案祭拜，因为咱上敬爱的彰化妈进乡登来了。阿妈祖婆吼，不比吼咱遮这个做市民吼，啊，大家拢当平安、大赚钱、大发财安尼吼。啊，伊用咱转来甲这个市区大埔，拢是这个大埔遐吼，啊，再由咱所有彰化市吼，啊，寺庙遮个吼，遮个各宗庙会派阵头来迎接咱彰化妈，啊，就这个事吼，啊，我那国角头吼。啊，来进行这个绕境啊，祈求妈祖会当庇佑这个疫情哦，啊，这个看会化少化无，啊，大家拢身体健康啊。彰化妈的信徒年岁对三岁到九十岁拢有，大家拢对彰化妈的信仰坚定不移，因为妈祖婆亲像大家敬爱的母亲，在咱人生上困难的日子，伊带予咱温暖甲希望，继续面对生活。彰化南瑶宫妈祖绕境，基本上是因为我下院了，所以我答应彰化南瑶宫妈祖说，我要用我的双脚下去做还愿的动作，所以不管是车行也好，步行也好。只要彰化南瑶宫妈祖出巡，我都会参与这个盛事。对于清朝1814年开始的南瑶宫本港进行活动，如今已经经过两世纪，对妈祖信仰文化的传承，一直是真重要的角色。今日一到彰化南瑶宫本港进行，就亲像是大家庭团圆的日子，所有的人无分离甲我，来到这，咱拢是彰化妈的囡仔。